中國駐德國大使館批評德國當局涉港言論，以及暫停同香港引渡協議嘅決定，粗暴干涉中國內政，中方堅決反對，保留進一步反應嘅權利。聲明強調，特區政府基於疫情嚴峻，推遲立法會選舉，決定符合憲法、基本法同埋香港本地法律。香港選舉主任裁定部分參選人提名無效，係嚴格根據基本法、港區國安法同埋香港選舉法辦事，理據充足，合理合規，合法合規。